做饼干不难啦，打面开始，那你怎么搅，啊打，不好弄，那我就想办法再弄快一点。因为我是阿斯海默症的病人，很快就忘记，可是这种不会忘，因为我来过的地方他不会忘。少少的薪水没关系呀，只要有运动就好，自己就不会说我都是没有用的。太多了，一大堆人在一起要做饼干，要干什么，要活动就很多，对自己会觉得我越来越好。